你怎么不让他知道呢？要是让丽华知道，他可以忍受这么大的打击吗？哎，所以你暂时不管，就让郑南跟那个女人逍遥吧。我是想啊，点醒郑南，让他有机会知进退，这件事就可以圆满解决，不要让丽华知道，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才可以继续下去。